是温壶回来了，壶里面装的是热开水。好，接下来的动作是。刀。枪法。计时。悲剧。悲剧，对，悲剧。所谓悲剧就是茶则、茶针、茶海、水鱼、茶罐、水柱子、烧水壶都准备好了，检查一遍有没有漏掉的，就是悲剧。再来呢？试茶，很好，我们要试茶，所以今天我们泡三峡碧螺春。刚刚说的是试茶，对不对？好，试茶，我们把茶罐打开，先看一下我们今天要泡的是卷曲状的茶，还是属于片状的茶，还是属于枝状的茶。上个礼拜同学有看过三种茶叶，有对不对？有些同学没有，对不对？好，那老师今天再重复一次，什么叫三种茶叶？等一下老师分开，然后请同学们靠过来看。好，我们现在可以请同学们靠近来看，不用带着笔记本，人过来看就可以了。我们茶叶分成很多种类型，老师一一介绍。首先来我们看第一个，在老师手上的这个叶片，请问你们看到它是属于比较零散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对，好，你们看它的叶片是小的还是大的？小的。对，所以它烘焙出来叶片就是这么小。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泡的碧螺春，所以碧螺春的叶片就是小而卷。然后再来，这个是三峡龙井，这个龙井茶的叶片有没有看到干干的，是不是很像叶子分裂？
它就是完全一个叶子干掉然后裂开。那所以你们想想看哦，要泡这个的水跟泡这个的水哪一个温度会高一点？对，没错，因为你要舒展它，你要让它有时间 spread， 对不对？那这个叶片是本身叶子就这么大了，你只是把它泡出味道，所以它的温度可能就像老师这里会写80度，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写80？大家看到吗？80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龙井茶用80度泡就好了。可是这个我们要泡的，可能今天我们泡的就82度，还要高了2度，你这样知道吗？好，所以每一个茶，当然不是每一个茶罐都会告诉你几度，那是你自己有时候泡习惯了感觉。那通常我们会告诉学生，绿茶用接近80几度泡，所谓绿茶就是不发酵或者是轻发酵，杯壳比较短，所以老师用颜色绿的来代替它，它泡出来的茶汤是浅绿色的，我们通通是用比较低温来泡。那如果是黄色的呢？好，我们今天有看到黄色，这个是乌龙茶，同学们看一下，乌龙茶是不是卷曲状？那它是一片叶子卷成一个像毛毛虫一样。那如果你的热水不够热，它放得开吗？所以当我们在泡这种茶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你的温度能够达到98，我们看到这里有写98，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给它高温，它才能够放开这个茶叶。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用80度的泡茶来泡这个茶叶，会开吗？不会开，那你喝不到茶叶味，懂吗？那可是你用热茶泡这个可以吗？也可以，这样了解吗？过热没关系，但是温度适常是最刚好，但是这个热度不到，叶片打不开，味道散不出来。好，再来我们看红茶，红茶的叶片是什么样的？它是一片叶子，有一点好像对折卷起来，是不是？我们这种叫做枝状，就是像 branch， 像树枝一样状，所以这个叫枝状叶。枝状。对，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4种茶叶喽，刚刚。我们的拉拉不是拉拉，婉玲带来了这个茶叶哦，大家可以认得出是什么吗？请同学们看一下，老师刚刚教过，你想想看它是什么？乌龙，很好。为什么？你从哪里看出来？答对了，卷曲状。好，那现在老师要开一包茉莉花茶。然后请同学们来看，茉莉花茶里面是什么？请问看得到吗？看得到吗？看不到。看不到。是，所以老师要解开给你们看。等我打开以后，你们就会发现它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看哦。然后呢，老师会跟你们解释为什么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东西。好，请问你们看到什么？很像粉，对，是不是有点像咖啡打完的粉，对不对？好，老师告诉你们，这里面的茶哪个最贵我不知道，但是哪个最便宜我知道。你们知道吗？粉茉莉花。哎，为什么？谁可以告诉我？因为它是用碎掉的茶叶，像这个来看，这个茶叶里面哦，整枝的都是很漂亮的，可是如果小小的像这个散的漂亮吗？不漂亮。所以这种散的最后就会拿来磨成茶粉，就像这些，你们看到这个长的都很漂亮，是不是？那底下这些怎么办？对，捡起来磨成茶粉，对不对？所以哪个最贵我不知道，哪个最便宜一定是这样，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随身包很便宜？因为随身包都是用我们在捡这些装，像这个500块、500块、1000块这些东西，价钱很贵哦。可是它们叶片都很漂亮，它们会不会让你看到粉末？不会，不会，粉末到哪里去了？
都滤到底下去做成茶包。那你说茶包好不好呢？还好，对，但是茶包的味道哦，只有30%-40%，就是about 30% to 40%，对，你如果喝茶包的味道，只能喝到原茶叶的30%-40%。那可是像这种茶包，我们叫三角茶包，30%-40%。好，同学看这个茶包跟这个茶包有什么差别？我们看一下，这种茶包是对折式的，它里面是茶粉；这种茶包是三角式，它里面是乌龙茶。嗯，想想看，为什么它要做有一个立体空间？因为它是长的，因为它是一个卷曲的叶子。泡茶之后它要不要伸开？ 对，那你如果用这种平平的，它能伸开吗？不行，对，所以这个茶包比这个茶包还要贵，这样可以清楚了吗？所以这是最便宜的，对，这是第二便宜的，其他不知道，对不对？这个，那这样了解了吗？对，好，那用三角茶袋装的茶不一定差哦，不一定差，因为它也是整片茶包，你有看到粉吗？没有，所以有的茶包用三角袋装，它只是方便携带，不代表它很便宜。但是如果你看到的是这种，一定便宜，知道吗？好，那到这里为止，大家对于茶叶的形状了解了吗？好，我们去买茶的时候，对，能不能问里面是茶粉还是茶叶？哦，可以，可以。然后老师还有另外一种叫茶汁。所谓茶汁在这边没有，是因为它不贩卖。你看我们采茶姑娘，他们在采茶的时候，茶叶采下来，那树枝是不是 branch 干干枯枯，对不对？请问 branch 是不是茶树？是。那它可不可以泡茶？可以。问题是，这些茶叶根、这些树枝、这些 branch 有人要买吗？不买。没有。所以通常农家的 farmer。他们会自己捡这个茶叶枝下来泡茶，泡出来的味道跟他们一不一样？不一样。一样，但是味道没有那么好。那他们就会一大包一大包的，一公斤的茶枝自己放在自己的店里，卖给什么人呢？卖给有一些人，他会用茶叶，皮肤不好可以用茶叶泡澡。他们可以把茶叶枝，就是 tea branch，那个 branch 把它泡到热水里，那就整个好像你泡在茶汤里面，你的杯子好大一个，你在里面洗澡。哦，这样了解了吗？会不会很浪费？不会，因为茶叶汁很便宜，所以茶叶最早是 herb， 是当药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茶叶就已经有这么多种了，所以各国的茶叶片状、卷状。大概都看到了，是不是？那我们有机会到茶店去买茶的时候，一定要打开来看看它是什么样的茶叶，还要闻闻看。好，现在同学们轮流来，各拿一个闻闻看，然后你们闻了以后再告诉老师，如果要你们买茶叶，你们会喜欢哪一种茶叶？来，每一个人都要闻闻看，试试看它的香味，然后感觉，对，然后交换。每一个都闻闻看，然后告诉老师你们喜欢它的哪一个味道，为什么？可以交换来试试看。好，来这边我们试试看。这边是红茶，还有没有人没有闻过红茶？红茶，好，这样单独闻只有茶干燥的香，泡出来的香是不一样的，比较浓郁。所以你到茶叶店去闻到的香只有很淡的香。好，同学们特别喜欢哪几个味道吗？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味道？还是这个。哦，好，谁？比较那个香，我喜欢。好，为什么这个会比较得人缘？有人缘就是 famous， 大家喜欢。因为第一个它加入了花香，
花香本来就是一种，就是 seduce people， 你知道吗？所以花香会迷惑。Flower， 对 ，it's jasmine flower， 所以这有花香，所以带有香水味，所以它有一点点盖过茶香。好，那各位同学，这些茶叶我们之前都泡过，所以今天老师要请威廉来泡我们的碧螺春。好，请各位同学回座，谢谢大家。好，谢谢威廉。你看刚才老师上课的时候我写了一些字哈，第一个是电视的是，就是看的意思。OK， 视察就是看茶叶的意思。OK， 是。第二个三成，这个成一成是 10%， 所以三成是 30%。Not 3%。No， 三成是 30%。成是 10%。I would be 3%。3% 是3%，3%是 3%， 对，三成是 30%， 如果是 3% 是3%，100 divided into 3 parts of 100， OK， 所以这个成是3%， 不是 30%， 3%是100/100 ，OK， 3%， 3%， OK。你们吃 steak， when you go to eat steak， they ask you how rare do you want it to be？ Do you know how to say that in Chinese？ 是全球。不是。它叫的几分熟。对啦，几分熟 ？How many？分熟 how cooked do you want？ 所以rare is probably 4分或者3/5分，然后7分熟是这个分 ，OK？ 分几分？分几分 ？OK？ So this is how rare your steak should be. Yeah. Well done. 8分熟。八分熟不好吃啦，八分熟硬硬的，但是对八在台湾吃八分熟还好，因为不安全，对啊，不安全 not safe， 所以八分熟还可以。我不喜欢吃八分熟的，我喜欢吃6分熟的或者7分熟的。在澳大利亚我们吃5分熟的 very rare。我们要看5分 50%， 哦，你很成熟。OK， 然后那个伸开就 stretch out， spread out， 伸开。OK， 我是在讲那个茶伸开。对对对，那个茶叶伸开，对，伸开，伸开，你要加水，然后茶叶会伸开，对啦，会伸开。好，我们刚刚做完试茶，对不对？试茶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试茶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 ？What's the next step？ 温中还是温杯？看一下。试茶的下一个温中，好，温中代表我们要把茶壶里的茶倒到茶海跟杯子里，对不对？对，好。
下一个步骤呢？温杯，对，老师刚刚温中，然后再来温杯，再来呢？下一个呢？下一个是什么？是视察，视察，视察已经做过。赏茶，对，好，赏茶就是老师现在从茶罐里。制茶，制茶，是认识的是。不是制茶，就把茶放进去。哦 ，OK， 好，制茶，好，那来你看，老师用茶折。到茶罐里，拿出茶叶，制茶到茶壶里，好，然后把茶罐关起来，然后再来下一个步骤是什么？下一个是什么？闻香，对，刚刚这个热气跟茶叶烘上来的味道，很香，对不对？好，再来呢？老师闻香完了，下一步呢？冲第一道茶，很好。冲第一道茶，所以老师冲第一道茶。老师冲完第一道茶，然后呢？计时，对，计时，计时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计时？我们为什么要计时？时间 free to。对，要给茶叶时间，让它展开茶叶，对不对？对。那这个时间要干什么？发呆，聊天 ，fooling around， 不是要聊天，因为老师前面有六个客人呐、是不是？我一定要问啊，你从哪一国来？阿拉伯，好。你从哪一国来？非洲，好。啊，你从哪一国来？奥地利，好。就每一个都认识一下，然后交流一下。在老师聊天的过程中，这个茶一定要放超过多久？一分半。对，可以超过，不可以不到，因为不到会味道不够，超过味道会浓一点。好，那老师现在请问，如果老师聊天聊得太开心了，第一泡茶泡了三分钟，我倒下去发现颜色有一点深，请问我要怎么办？倒掉。不对，这个茶海。现在老师要告诉你们，茶海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公道杯。公道是，老师请你帮我写公道。公道杯就是 fair cup。你第一泡茶是不是很浓？那你第二泡茶是不是泡淡一点？倒进去刚好 average， 了解吗？第一道茶 too dark， 第二道茶你就泡 light。然后倒进去刚好是 75% 加 25% 再除以2，刚刚好就是 50%， 对不对？这样了解吗？第一道茶如果你倒进去发现太浓了，请问要给客人喝吗？不要。那你就倒第二道茶，要很小心，因为你这里很浓了，不可以再泡太久。刚刚泡一分半，现在泡一分钟，然后就把它倒下去，那两个就会中和，对不对？中和以后，你给客人喝到了茶，请问是很浓的，还是很淡的，还是刚好的？刚好的。对，所以它有一个叫公道杯，意思就是说，万一你第一泡太浓，完蛋了怎么办？我讲话讲过头了，现在里面的茶苦的跟什么一样，我不敢给客人喝，你要倒掉吗？不好意思，对不对？所以下一泡一分钟立刻捞起来，然后摇一摇，然后倒给客人喝，客人会觉得很好喝，为什么？因为你 mix 了，对不对？好，现在老师讲话超过一分钟了吗？不知道，没有人计时，没有人计时，但是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的情况下，代表他
时间就差不多到了。要告诉老师下一个步骤是什么？看你的二十四行茶法，行茶法上面烫杯，对，老师刚刚是不是温中温杯，对不对？那烫杯烫完了以后，老师现在要把热水倒掉喽，因为倒掉我才能够装茶叶，对不对？好，再请问一次，老师倒茶要倒在杯子里还是倒在茶海里？茶海。嗯，非常好。我们今天喝的是三峡碧螺春，对，三峡是地名。上礼拜不是喝三峡包种茶吗？三峡龙井茶是不是有文山包种茶？前面都是地名，像你有听过安溪铁观音，那前面都是地名。好，来。哦，这位同学的比较大杯。对呀。这样其他同学会吃味哦，其他同学会，老师他比较大杯。不公平。那是那。小朋友最喜欢说的。好，下来老师要做什么？端杯，端杯奉茶，对不对？谢谢，来，谢谢。然后我们要做什么？两只手指头的礼节，来。甜甜的味道会从喉咙里面散发出来，然后第二口、第三口喝完，还要闻一下杯子的味道。
这是碧螺春。那我们冲第二杯之后的事情，我们请威廉来做，好不好？那威廉可以吗 ？OK。好。冲哪个壶？冲普洱。你想泡新的茶吗？那可以。就用这个茶来泡，然后所有的动作，你可以从头试试看。但是我们就是打开看茶叶，但是不放进去，因为已经放了，好不好？或者要他冲新茶。好啊，那或者我们冲新茶。冲新茶，冲新茶。好，那老师先泡第二，因为这个茶叶太浪费了，要先泡第二壶起来。三峡，那个是三峡。三峡碧螺春。碧螺春，不会浪费了。你看，我们今天都带来了，所以都帮你拿带走。What kind of is 三峡碧螺春？碧螺春是绿茶还是红茶？碧螺春是绿茶。绿茶。对。Green tea。这样。哈哈。是找一下三峡碧螺春的一些典故。对，碧潭的碧。Yes, a bit loved. Yeah, yeah, yeah. 碧螺春，我给你们了吧？没有，这边没有。哎，我这边好像没有。对，龙井茶。龙井茶有，美人茶有，长青茶有，但碧螺春没有。碧螺春真没有。我们查一查。好。碧螺春，这是在六月左右的时候比较容易采收的茶叶，所以它是属于比较夏茶，不是春茶或冬茶。然后它在海拔大概200，就是不是很高的山。这是龙井茶，对，没有写上去，所以老师写在黑板上。我来写，我来写，没关系。然后它的味道喝起来会比较凉快。会比较清爽，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很沉重，或者说像我们上次喝普洱茶，有没有同学喝完普洱茶觉得闷闷的，因为它味道太重。那这个味道是比较清香，感觉会有一点 fresh。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属于没有烘焙，没有发酵，所以是非常清非常淡的绿茶，叫做碧螺春。对，碧螺春，它是什么茶？不是，是春天的茶吧？不是，老师，它是六月的茶。是六月的茶。对，所以它是在清明节之后，就是属于我们的春茶结束才开始采收的。为什么叫碧螺是一个地方吗？它叫碧螺春的原因，我看一下来。It's originated from a lake, from a cave in the lake. Oh. So it's the name of the place. Okay. Name of the place. Yeah. Oh, this is an important tea because this tea is the designated tea to be used at the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So when you have a political party of all politicians in China, this is the tea they drink. So you should this one you did? Yeah. This is what they drink at the party. The tea that you serve. Not at to that sit meeting. Too long. Huh? Not to sit too long. So the best of that. Yeah, it's pretty good. Okay. How?同学们喝起来，第一个有没有感觉到？第一个它非常的淡，淡，好，为什么很淡？因为它没有经过 back， 没有 baking， 它没有 baking， 也没有发酵。哦，对，这个茶叶采起来直接晒干，
就收起来了。所以它里面会有一些我们说的儿茶素、酵素，或者是一些比较清淡的对于人体是好的东西，在这个茶叶里面有，但是它也带有微量的咖啡因。对，清茶咖啡因越重，熟茶越红的茶咖啡因越淡。所以你只要看到绿色的茶咖啡因就是越多，黄色的中等，红色就是越少。那这个茶完全不烘焙不发酵，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茶多酚，茶多酚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年轻，所以很多人说喝绿茶可以让你氧化比较漂亮比较年轻。那绿茶也会带给你帮助，就是让你的就是类似肠胃吸收很好啊，或者是排泄很好。那这个东西喝起来很清淡，就是因为第一个它没有烤没有烘焙，所以你喝不出像之前都有一点点烤焦的味道，或者是一点点好像有炒过，但是这个都没有，所以它喝起来就是有一种很淡雅，直接就叫做 fresh tea， 很清新，但是它并没有带有任何的化学的东西。好，我们来喝第二壶，然后等一下，说那个绿茶那个一本粉绿，像粉哦，那种是另外一种，那叫抹茶。在我们台湾，我们不把它叫绿茶，因为它是抹茶。抹茶是另外一种植物磨成粉泡出来的茶，绿绿的、粉粉的、涩涩的，那个东西是日本人很喜欢，但是它一样儿茶素很高，但是它。如果你的胃不好，它咖啡因也会重，也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它也是一种茶。对，它也是一种茶，但是它流行，就像泰国奶茶就流行在泰国。台湾人觉得泰国奶茶太甜了，可是像日本人就很喜欢抹茶，他们还会用刷子在里面刷，让那个抹茶很绿的很均匀，起泡泡然后再喝。可是，在我们中国人喝茶，我们喜欢茶汤是。干净的，是看得到底的，所以中国人喝茶跟一般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习惯的就是茶汤要干净，要清新。好，我们来喝第二泡茶。Okay, I think there's a request for me to explain all of this in English, which I would. Basically, this particular tea that we are drinking has not been baked.Nor fermented, so therefore it's basically fresh, okay? And because of that, it tastes rather mild, and also it does have quite a bit of caffeine and all that stuff in it, okay? So therefore it's very good for your circulation, and it's very, if you drink a lot of this, you'll be going to the toilet a lot because it basically, you know, cleans out your inside.And if you have stomach problems and everything, it's very good for that. So this is why it's been used for medicinal purposes as well. Now, the matcha that you just explained is also a kind of tea, but it's a particular tea, a Japanese tea, which has to be reduced to a powder, okay? And they like it drinking that way. It's not this same kind of tea. Chinese tea,They think it's good when you can see the bottom of the cup, okay? So therefore, if you can see the bottom of the cup while you're drinking, it's great. Whereas Japanese with their matcha, they don't want to see the bottom of the cup, they want to see it green with the little bubbles, and that's the best way to drink tea. And matcha actually has a lot of caffeine as well, so if you drink a lot of that, you'll basically have to go to a lot of toilets and also stay up.So that's what Japanese likes. But Chinese have a different tradition. We like clean tea. Yeah. Okay. 好，再来下一步骤是什么呢？我们试奉杯试茶之后是什么？
冲第二次茶，老师冲完了，然后呢？老师刚刚冲完第二杯，然后也请大家喝了第二杯茶，然后呢？心里，要不要把倒在一个茶？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池中分茶，对，老师刚刚是不是已经池中跟大家分完茶了，茶对不 对, 对, 对？好，再来呢。茶时供应，茶时供应。好，老师上次有带绿豆糕，对不 对, 对, 对？好，这次没有钱买啊。啊，下次换你们请老师吃哈。好，再来是什么？刷壶是吗？好，刷胃还是刷壶？去茶。去渣，对，好，去渣的意思就是现在老师要清茶壶了，那我们把不需要的茶叶跟不需要的通通倒到水鱼里面，水鱼就是我们用来收拾多余的开多余的水跟多余的茶叶，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垃圾桶，只是它很漂亮又很贵而已。有没有看过一个垃圾桶要8000块？叫桌上型垃圾桶，既高雅又美丽。然后其实它的功能只是装垃圾。但是这些茶是垃圾吗？我觉得好可惜。不，老师倒进去它的是垃圾，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垃圾，这些东西都很贵。好，老师现在刷茶壶，然后下一个步骤呢？归位。好，归位。老师现在把茶壶清干净喽，然后我要把茶壶归位。好，把我原本的东西放回原本的地方，看一看桌上刚刚有没有什么地方乱掉的，我们就把位置调整一下。好，来，老师看一下茶叶。烧水壶，然后茶折，然后茶巾，然后茶叶、茶罐、茶海，好，这样就是归位。最后呢？清盅。清盅就是把这些剩下的一些茶不喝了，我们就把它倒掉。然后老师再倒一点。然后不要的茶叶我们就倒掉了，因为我们马上要泡下五星的了。下一个步骤，收杯。收杯，对，各位同学，杯子还我就不用喝了哈，所以先不要收。好，那24个新茶法记起来了吗？好，记起来了吗？记起来了吗？好，威廉，等一下来试试看。只要你能够做得到泡茶的动作，其实少一个少两个老师都不会介意。老师告诉过你们，茶道在日本是很严格的，少一步都不行。可是在我们台湾，茶艺是很简单的，你就算拿着这个茶壶往嘴巴里倒也没有人会说什么，知道吗？只是文雅，我们是有文化的人，所以我们的动作要优雅。 OK， 好，那我们让威廉来，欢迎威廉。老师先帮威廉装热水，然后威廉先看一下你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要拿笔哦。那个茶时供应是吗？茶时供应就是蛋糕啊什么给大家吃。没有那个没关系。哦，没关系。今天没有带蛋糕哈，我们也没带蛋糕。这个茶语我倒掉了。你等会儿，不用不用不用倒掉。太满了。太满了吗？满了吗？你要问问老师，老师可能不让你倒掉了。等一会儿哈，让他回来再说。对了，我看那么多茶在里面，我都不想倒。对，这个要不要倒？
要不要泡？那个老师要不要来？啊，对，来。因为我们今天泡很多种茶，我们今天下一个我们就泡的是，老师，来，今天我们泡贵妃乌龙，喝完每个都变贵妃喽，就会承蒙皇上宠幸。哎，贵妃，贵妃是杨贵妃的意思吗？对对对对对，每个人喝完都变成杨贵妃。你知道吗？杨贵妃是杨贵妃 is the prettiest, is the most beautiful, 怎么叫 concubine, huh?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ynasty. So once you've drunk this tea, next tea, you're all going to be as pretty as she was. I'm joking. Nobody's laughing.But you know, 杨贵妃 is shaped as like me, fatty, chubby, because in all the China, they think a fatty girl is beautiful. Yeah, so I like a bit of flesh. I'm very regret that why born in this dynasty. Which dynasty she was living in? 她是唐朝的嘛？对，唐朝的。Okay, Tang Dynasty. Yeah. They didn't like skinny girls.我们现在喝的贵妃乌龙是除了上次高山茶1600之外最贵的茶，贵妃乌龙要1200，所以我们今天喝的是好茶。对，今天这个贵妃乌龙茶要1200，1200就是这个 size。对，这个 size。杨贵妃，对，喝了我们就会变成杨贵妃，然后皇上就会来找你了，然后杀死你，不是，皇上会宠幸你，说 tonight you have to sleep with me。这个茶叶非常的漂亮，等一下。老师会传下去让各位同学看一下，它的茶叶很漂亮，跟我们之前看过的乌龙茶都不太一样。乌龙茶是什么？卷卷卷的像球，那个什么饼？不是，那是茶饼。那茶饼，茶饼是在普洱茶茶店的茶饼。我以为他们有两种的，一个是饼，一个是没有小饼，只有通常只有普洱茶我们才会做饼。好，好，那我们请威廉开始。那威廉等一下试茶的时候，我请让大家看一下，因为贵妃乌龙的外表非常特别，所以我们就传下去让大家看一下。好，看有地方。对，就是这样子拿起来，然后传下去。OK， 好。来，可以放这边来。那叫试茶。可以放这边，对。好，那老师让你开始喽。加油。贵妃，你们好。今天我们是喝贵妃乌龙茶。No， 普洱茶。贵妃乌龙茶。乌龙茶。贵妃乌龙茶。乌龙。贵妃乌龙茶。对。贵妃的乌龙茶 ，OK， 我们先开始是，要把那个什么温中，来。你可以看一下你的24行茶法。我不是好。没有流程。没有流程。没有。好，有没有那个？
龙的健康的流程二次醒茶法，来接下来也复习来，同学的剑你看，谢谢。好，视察，对，对 ，or， 对，对不起，看四 or 五，可以从一开始。哦 ，OK， 从静态到动态，对 ，Yes。再来，背水，背水，对。我们现在开始背水。对，然后背水，烧水壶里能不能水？有，老师帮你装了， okay, 确定。背水是？哦不，确认里面有水就好了。确认。对。哦，慢。好 ，OK， 再来。对，哎，那到背。看你的 schedule。啊，那。温壶，就是到温壶，所以我们到水，到热水，到茶壶了，到茶水里面。Okay. 现在我备去，对对，准备所有的东西都排好了，对，再来。OK。嗯。And 视察。视察。视察，打开。OK。And 看到。赏茶就是拿茶则，对，到里面去摇一口茶叶出来。茶则，摇一口。然后看一下茶叶的大小、形状。看。好，贵妃乌龙它长得非常特别。威廉，看它的感觉是什么？它跟普通的乌龙有什么感觉不一样？就比较小粒，还卷卷的。嗯，比较小粒，比较卷卷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老师，这跟普通乌龙看起来，是小粒还是大粒呀、啊？小粒啊。是。I'll compare to others。大。大粒，比较大粒。okay. 好，大跟小是会不会？Big and small， 老师怕你大力，这个比较大力，对，这个比较大力，大力，是的。那叶片越大，通常它卷曲起来的球状就会越大颗。那它时间是不是要长一点？对对，差不多两分钟。对，两分钟。好，大力这个力是，来看一下我们的贵妃乌龙的茶叶，可以大力，可以是。叶子比较大颗，卷曲的比较球状，一个米的，一粒一粒的，对，一粒一粒的，药片，好香。茶是吗？是是乌龙茶，那是什么？绿。OK， 现在我们温杯。温中，就是把这里面的水先倒到茶海里面。哦，温中，这个就是中。哦。对。茶海又叫中。就像我们西方喝奶茶，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奶中放 milk 的？ If you want to drink a coffee, you have a little jar of milk. Jar to put the milk, right? 那个叫做中文，就是中。
这里还有深一点，深一点就温杯，对。下一个是什么？蚊香，蚊香就是把茶叶放到，对，蚊香，好，然后拿起来闻，不要盖，拿起来闻，嗯，很香吗？很香。好，我们请同学来，因为贵妃乌龙是好茶，我们请同学们来闻。金烫，请拿两个耳朵。耳朵，对。哦、很香，对不对？为什么一千二？知道了吧？多闻几次，多闻几次哦，不会浪费。好香哦！它是唯一仅次于高山茶的贵茶，所以乌龙茶在台湾有很高档的，也有很低档的。所以喝完大家都变成贵妃。连男生都变成贵妃，那晚上皇上就会招宠你来跟我睡觉。今天晚上做梦会梦到皇上宠幸。好，爷爷回来了以后，我们就冲第一，冲第一，开第一道茶。对，从第一道茶，慢慢来。什么？这个没有，不在上。这个叫杨贵妃茶。杨贵妃，我写上去。杨贵妃，杨贵妃乌龙茶，贵贵妃乌龙茶。嗯，对。对，贵妃醉酒就是有中国有一出戏，就是在演贵妃喝酒醉的样子。一个 drama， 你看，你看 ，I have to show everybody the shape。喝完了以后，你们都变成那个谁，有陈计时，计时开始聊天，分钟，对，每天。哦，上次我问一个老师，这个茶包可不可以当那个？那是帮那个臭驱臭，驱臭可以，可以。啊，没这个不能当驱臭，把这个可以。对，它可以放在你的电话筒，家里的电话筒，或者是你 office 的电话箱。嗯，对。我有一次很久的时候到一个朋友家，嗯 ，and 他的枕头，他那不是枕头，他的那个电话，嗯。电话它会放在一个茶包，它会放在沙包在底下，对，是的，所以会把那个细菌，不是，它只是纯粹，因为我们在讲电话的时候会喷口水，嗯嗯，然后会 spit， 然后这个放在上面，只是盖下去的时候可以让这个东西直接被这个纸包吸收，那这个纸包放久了也需要换，所以它只是一个。去除臭味，而且带一点清香。你讲电话不希望这个话筒有味道，嗯，所以它只是把这个茶包放在那里，带来一点香味。就像你冰箱如果有很多鱼虾，是有不好的味道，你会放柠檬，你会放咖啡渣，就是一个去味的功能。嗯，对，懂不懂？懂。Okay。In the olden days, when we used to have telephones where you pick up the telephone thing and talk to people, you tend to spit. Okay, let's spit. So Chinese traditions is to put a tea bag. Everybody, you can look at me. Put a tea bag. Here. Yeah, there. And in order to absorb the moisture from the handle. Okay. So,it's a way of getting rid of any bad lingering smell that might be after you're talking for a long time. But nowadays we have mobile phones, nothing like that needs to be used anymore.
But sometimes it could be useful for microphones when you have this. Yeah. The thing that is there. Yeah. The TV sometimes the microphone is. Yeah, I know. Karaoke. They should put something there. They put the sponge already. Okay. Yeah, but the sponge is no smell. 在菜市场有的时候有卖那个枕头，像我们东方人哦，睡枕头 pillow， 我们会把茶叶晒干 ，dry under the sunshine， 然后阳光晒干以后，把茶叶收回来，放在袋子里，然后等到你晾。可是那家里每天都喝茶，才会有那么多茶叶哦。一个枕头是这么大，你要喝一年的茶才会有这么多的茶叶渣。所以对老人家来说，每天喝茶，因为在台湾，老人家每天喝茶是习惯，老人家不喝咖啡。我们的parents 他们都是喝茶的，所以他们喝收集这个茶叶很快，他们一天可以喝掉这么多的茶叶。那所以他们一个月可能就可以做一个茶枕头。那茶枕头有什么好处呢？茶枕头睡在你的枕，这个我们这个叫中枢神经。你睡在这个脑干的位置的时候，因为茶会带有一种香气，然后这个香气是不是带有 herb 的味道？它会让你比较不容易做梦。哦，对，老师可以解释一下。In the olden days, well, still now.Most old people drink tea all day. So after drinking tea for a whole day, they have a whole bunch of leftovers of tea, right? And also, you know, dregs and stuff. They dry it and then put it into the pillow. Because when you sleep on such a pillow, this part of your the physiology, this of your neck, is actually on the pillow, and it's said that it prevents bad dreams.When you sleep. So this is why they have pillows selling in the supermarket. Yeah, okay. Yeah. 好，我们请威廉下一步骤。Okay. 我们把叫什么？叫什么？杯咖啡哪里可以？好，红地道茶。等一下。刚刚计时完是烫杯，杯所以我们烫杯完要把这个倒出来，这是多出来的水，对。啊，你好，啊，好久不见。所以这是烫杯吗？对，是的。然后再来下一个是，下一个是吧？倒茶，对，所以一只手拿着盖子，不能盖中间，中间空气不流通，盖在旁边。好，然后倒。好，那老师帮你奉茶，那你自己会先喝一杯。对，是我睡第一个三杯。对，你自己应该要用最后一个杯子，但因为我们今天茶是片，所以你自己先喝一杯。好，老师帮你去喝一杯。好，我们现在要喝的是贵妃乌龙，请大家要分三口喝，而且一定要仔细的品尝好茶的味道。有一点香，一点。我们喝完再告诉老师，贵妃乌龙喝起来有没有感觉很像贵妃呀？
是一个，对，杨贵妃茶。今天喝贵妃乌龙茶，乌龙 tea。Thomas， 你比较漂亮。他们是变贵妃了吗 ？Prettier，Prettier。我们喝完贵妃了，我们没有人变成贵妃了。来，喝完贵妃乌龙，我们要发表一下感言。谁有贵妃的感觉？啊，好香啊！有没有人要发表一下贵妃感觉？喝起来是什么？喝起来比较有点苦苦的味道，对，在这都有一点，对呀，有点苦苦的味道，好，一样，有点苦苦是因为我们刚刚泡的比较久，因为我刚刚我们聊天聊太久了，没感觉，没有感觉，因为老师还翻译，然后威廉问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倒了个奶。好，是的，那我们第二泡，我们第二泡就快一点，1分半钟。这个好难，好难形容哎。对，有点奶香味。是的，所以 it smells like milk。贵妃，阿普阿普，OK。杨贵妃 ，Hey man，Hey man，Look at me，Look at me， 杨贵妃，阿普阿普，阿普阿普阿普 ，Ample，Ample，Ample。Okay，so 杨贵妃 ，so why we call this 杨贵妃 ？Because it smell drink a little bit like milk。Doesn't that taste like milk？ Tastes a bit like milky， 很有意思哦。That's a joke。If you look at the shape of 杨贵妃， it's very oh yeah, yes. 1分半，好。1分半，哦。1分半，好。要训练的安静。Something strange is happening with me because I like two teas.One is 美人茶 and one is 杨贵妃茶. I don't know. Do I wish to be pretty or something? so funny. But no, I still prefer 乌龙茶. 这个是乌龙茶. 这个是杨贵妃乌龙茶. The regular 乌龙茶. Okay. The regular 乌龙茶比较浓. 对. 我是男生喜欢喝茶。可是都名字都是女生的，奇怪啊！因为他们得不到这么漂亮的女生，所以只能喝茶。很有意思。OK， 给时间到了。不能再泡了，太冷了。这个盘子叫什么 again？茶，茶，壶承，壶承，对，壶承就是放茶壶的盘子，盘子，盘子，已经倒出来了，我已经倒出来了，好，那它的那个茶不够，老师加盐。杨贵妃的体重 ，Let's see how tall, how heavy she was. 138斤。
That's what divided by two. Oh, she's over 60 kilos, my God. 68. Very fat for a woman. How tall is she? Huh? How tall is she? She's 155, about my height. Even man. Okay. Oh dear. Okay. That's rather heavy, isn't it? It's not like the statue. Yeah. It's not like the statue, no. The statue, she was rather shaky. Huh? 贵妃茶、美人茶，为什么茶都会带着比较漂亮的意味？因为茶叶本身就有清肝解肺，肝 liver 肺肺lungs 对，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全部都有很多的化学物质，所以金属代谢不了，茶叶可以代谢这些东西。所以如果你每天喝茶就是排毒，然后你脸上的痘痘或者你皮肤不好，通通会因为你喝茶而改变。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喝了很多年茶，突然变年轻了，或者突然皮肤好了，或者突然脸上的斑啊，或者是脸上的痘痘不见了？真的变美了，就是因为喝茶。是这个要来解释一下。Okay, I found the shapely statue of her. Okay, where is the where I found? 太阳后气。Okay, in the olden days, we don't have so much makeup.So, therefore, tea is very good in getting rid of all the chemicals in your body. So, a lot of people drink tea. If you drink tea, all the chemicals will be evacuated from your body. And for example, all the pimples and everything will go. So, a lot of people actually use tea as a for therapeutic reasons. They don't buy makeup, they drink lots of tea. Okay, and I just been to the toilet and I can tell you my wee looks pretty because it's very green. 来，我们来喝适当时间一分半钟刚刚出炉的贵妃。See, she's supposed to look like this. The statue.这一杯喝起来应该会比较不会苦。No way! He says, no way she looks like this. 可是你要找中国古代话，不能找这个。你要找那种古典话。没关系啦，让他们看这个。不，我跟你讲，我们中国人没有人在做雕像的。这个是中国的雕像的。这是中国做的雕像。我们要找那个古画，就是画师。古画不是不真呐、啊。古画才真，你看它像我这样胖胖的。那这个就很胖嘛，看你看、啊，这个很胖吗？对呀、啊，他的屁股比较胖吗、啊？他是有屁股的。你说他跟老师像不像一样胖、啊？不，是哪个老师？不跟我像，跟你像差不多。不是张老师，是跟卢老师像不像？有胸部有屁股，就是以前的美人，对对对对知道吗？要有屁股才行，因为那个亚洲女孩子都没有小小脸，还要大大的，像大饼一样的脸。那个是买电影啊，都是杨贵妃演都好漂亮的、啊。是啊，好漂亮啊，没有像这样子。你知道杨贵妃才1.55米吗？跟我差不多啊。对呀、啊，跟我们差不多。是。但是她体重是60几公斤呢、啊。很像我啊。Similar。她是现在杨贵妃。所以现在女孩子很喜欢瘦啊。Everyone, we need to be skinny. 嗯，好，我们喝第二壶冲出来的贵妃乌龙，各位同学感受怎么样？比较好喝。比较好喝，为什么呢？啊，那个。因为计时的刚刚好，没有泡太久，对不对？对。好，
请喝三口以后，然后我们要请同学们稍微发表一下喝这么多茶的感言，好不好？先学再发表，好，先学没学？对。哦，这茶喝起来怎么样？好，有没有1200块的价值？我们是不是变美甘甜，对不对？回到家照镜子，杨贵妃上身。我们应该 take a before and after picture。 又不是整形。 I'm just 脸脸。好，然后威廉把行程做完，后面呢？现在把那个把这个渣倒掉。对，好。倒掉，我那时候我没看到。其实它也可以泡，所以我们就不倒，因为这是好茶，我们要泡。不能再倒，不要倒。所以啊，好，再来告诉老师后面的步骤就可以了。倒完了以后呢？倒完了以后 ，and then 我们把那个具放回去。对。归位，然后哦，是我第二次收杯。对，没错，哦，非常好，我们谢谢威廉，好 ，OK， 那同学可以下课5分钟，好，有剩下的茶吗？很多，有很多，来，我要，老师你要当贵妃，你已经对，我那辈子下辈子要当贵妃，你下辈子。下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好久了。Next life。好好再泡一会儿。在那个星光三月。哦。我看那个有他们有卖水壶。哦。见过打水。哇。Right away, I was thinking, yes. 对。哇，很漂亮哈。现在喝茶 different meaning to drinking tea now we've done all this tea service 棒讲这么多 tools right、oh. and waste of time 对我学了一个 phrase、oh. 我不管3721我会用茶包1200块钱，我忘记3721是什么钱。3721，三乘七等于21。我不管3721，三乘七等于21，意思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管，有茶包就行了。茶包。我不管3721，有贵妃茶就行了。好，那下课的时间，老师希望同学们找时间来坐在这个位置，让老师为你拍一张你持杯倒茶的动作，那老师帮你们拍起来，因为以后很少有机会看到大家坐在这里泡茶。Okay. Everybody needs to go and sit there, pretend to hold the notepad, hold the cup, and we'll take a picture of our souvenir. Sorry. Okay.Who wants to go next? Yeah. All you have to do is have a picture taken. No? You know what? Okay. If you want, you can come here, okay? There you go. 威廉来，手机给老师，老师帮你拍。I got a nice outfit. I'm going to Lion King. 就像你刚刚一样。拿着茶壶，或者是举着杯子，或者拿着茶海都可以。Don't worry, drink so much tea, you'll be pretty automatically. I have the plan. 来，我也来，1、2、3。好，来，很开心，谢谢来。谁还要来？要吗？来照一张照片 ，Come on， 来 ，Sarah， 来，手机给老师。Sarah， you cell phone。Teacher, how do you take a picture? Okay. I thought you wanted to take a picture. Okay. Me, okay. 老师，你照
好，你要不要照你照？啊，没关系。那我就照他吧，有趣就好了。耶、yeah. ，OK， very beautiful。来，还有谁 ？Thomas 来，小峰，好。Xiaomi. Oh my goodness. We are recorded not only by you. I know you're recorded by the government now. Yeah, probably. No, better not say anything. Okay. So what do we do? Just speak. Yeah, pretend you're pouring tea. All right. Yeah. Look up here. You're pouring tea. Okay. Done. Is Xiaomi listening to us? Probably. Siri listens to me all the time. Turn her off or I turn everything, Alexa, everybody off because they keep on talking back to me. 好，茶壶拿着。OK， 一、二、三。很好，来。要不要照相 ？Take picture。小峰。然后回去问说老公，我跟杨贵妃一样漂亮吗？OK。Hello, Xiaomi. Hello. Can you hear me? 二、三。等一下，老师照。等一下。好。好，三。对。老师要帮你们记录一下你们上课的。来，一、二、三。很好。还有谁要照相来？再照一张。有没有想照一张来？好。来，谢谢。好，一、二、三。嗯，好烫。再一次来，再一次来。一、二、三。对，好。Thomas， 知道大男人是怕烫哦。好烫。试茶师很烫都要。Thomas 大男人不怕烫。Thomas 来。一。等一会儿。二。三。气死。OK， 好。老师，我们可以一起。哦，好啊，来。啊，要跟老师照相的一起来，来。We'll gather together to have 哦，还有是跟老师一起照啊，对对对对对对，老师帮我们照来。好好好，我来帮你照。现在杨贵妃跟我们一起照。好，来，我们站前面，我们站前面来。站前面啊？站前面看不到茶啦。站后面，站后面。后面啊。你们两个坐下就可以，好，可以。好，漂亮。好，有同学要跟老师照相，我先跟老师照相。我来帮你照。你看，这样笑不笑？我们今天结婚、啊。我们笑不笑？我们今天 marry。好，一二三。茄子，可以了。好，有没有谁想跟老师再照一张？下礼拜老师就不会穿这样的衣服来喽。下礼拜老师就会随便穿。老师，这个是？是我的。哦，这是你的。哦，没关系。对，来换同学来。好来。好。漂亮。很好，帅哥们，帅哥不讲美，帅哥来跟杨贵妃照相，快点。哦。然后我们要一全班照哈。好。好，可以。谢谢好，谢谢老师来。还有谁？这边来。你们可以分享到群组给大家看。对呀、啊，好。嗯，
等一会儿，这边。哦，怎么要照自己？嗯，等一会儿。好，一二三，好，可以。好，记得要分享到群组给大家哦。OK。哦。一二三，好，大家站在前面，大家站在前面一起叫好不好？好，那我也在里面就好了。对，我不比她太漂亮，我要站得远一点。老师，那个可以摄那个摄影，可以，他是一直都在拍照。好，对。哎，这个。So who's taking a photo? I will. 那个已经照进去了哈。Where's the which phone? Which phone? 用我的吧，用我的吧，用这一个。Okay. 好，我们等一下换一个人照。你看我那么矮。好。好，威廉回来，来。威廉回来。等一下，这个照完上群组，老师发布给群组就好了。来。All right, everyone. 我们都是杨贵妃。哈。二三七四。OK， 还有一个。好。OK， 一二三。好了。好，谢谢。威廉在拍哈，我们要不要拿个杯子，拿个茶杯什么的？不需要哈，不需要。好 ，OK， 不是喝酒。不。OK， 好了，一二三 ，OK。好，谢谢，谢谢大家。老师们有一些茶包，同学们喜欢可以来拿。老师带了一些茶包，同学可以来拿，不要客气。You can 对，任何种类都可以拿。今天只有三种：茉莉花茶、日月潭红茶，还有普洱菊花茶。对。我们上次喝过普洱菊花茶，啊，威廉上次没有来。普洱茶，很浓。可是这个有菊花，对，它已经有菊花，但是普洱茶味道比较浓。对，可以都拿，可以都拿，可以各种都可以拿。上次我没喝。老师，对，上次你刚好没喝到这三种茶。哪种茶？三个都没喝到。对。No. 对。Come on, 每个人都可以拿各种茶包。Come on.每个人都可以拿。有三种，所以你们每一种都可以拿，各拿一包。对，耶。各拿一包，你们因为老师给你们准备了三种，所以你们都可以拿。It's black tea, but Taiwan's black tea not so black. It's a little bit red. This is nice, and this is just milk tea, and this is cool tea.I have this one. OK, 好，其他同学还有没有人没来拿的？快点，老师今天把茶包都准备好了，来，带一些回去。对，是啊，老师也可以拿一些去学校喝。有没有贵的茶？哎呀，贵的茶在这里呀、啊！贵的茶在这里。贵妃乌龙。哟 ，Thomas， thank you， 来 ，Thomas 带了一个圆，这是天然的，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三角茶包，然后它是绿茶，它是非常好的茶，老师打开来给你们闻。这个茶也不便宜，因为它不是粉状，不是粉的，粉的就很便宜，就便宜一点了。好。哎，但是它不是那个三角。哎，对，这个以前因为这个包装有两种，有的是三角，所以这个打开来以后，老师要打开它给你们看，因为它茶叶不是碎的。嗯。
你们要把照片都寄给我们哦，寄到群组去哦。这是绿茶，但是它也不是很便宜，因为它不是茶粉，所以不要以为看到这种包装就很便宜哦，不是哦，要看各种品牌。对，这是绿茶 green tea， 台湾的绿茶也很有名。对，好，来看一下是不是跟刚刚的茶粉完全不一样。对。是不是味道很特别？对，它也是卷，所以它是好茶，它是非常好的茶，只是它装在比较方便的袋子里，所以这个茶买起来也不便宜。来，同学来看一下，茶包里面的茶不一定都是粉，如果你摸到颗粒状的就很贵，如果你摸到细细粉粉的就很便宜。对，这是 green tea。老师茶具要收咯，请谢谢茶具，然后张老师上课咯。好，谢谢茶具，下次就没有再看到他们了。老师不会再带来了，那我每天都带一个儿子，好像要离家出走。老师带了四个礼拜嘞。对，对，四个礼拜。而且又搬家了。他要离家出走。我每次早上出门都有人跟我说：“你又要出国啊？”我说：“对，我每个礼拜天都出国一个早上。”用这壶泡了很久，会不会有这个 stain？ 里面那个你那个壶会不会有 stain 在里面？里面会有颜色有渣在里面？哦，有。如果我们现在讲的是举例说明，老师找两个杯子举例说明，同学这里有。好，来，我们要看两个杯子，同学们看完这两个杯子就会知道什么叫做裂纹 crack。 好，同学们看一下 crack， 有没有看到裂开的地方？对对。好，先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裂开的地方。好，陶瓷这种陶的东西在烧，因为它是用火烧的，所以烧出来每一个陶都不会一样，你会看到有 crack， 就是它会有裂开的。那这个裂开的是坏掉吗？不是，它只是在高温底下产现不同的效果。那所以老师的茶具里面也有分有 crack 跟没有 crack 的，像这个茶壶跟这个茶壶，再看一次，哪一个有 crack？ 对，好，再看一下。有 crack 的是哪一个？好，是的，来，好，这都是烧，在烧窑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土，这个收油放进去窑里面烧的时候，它烧出来都会有这个 crack。但是 crack 有一个好处，以前的人喜欢养茶壶，什么叫养茶壶？就是茶壶里面有 crack， 你喝越深颜色的茶，它的颜色会吃进去。Okay, now when you the porcelain cups were fired in a kiln, so therefore sometimes they will create a crack because of the high temperatures. In the olden days, there is a tradition of yang cha hu.To bring up children, you bring up your teapot. The cracks will be filled in by tea. Okay, the darker the tea will sip into the crack,
and actually mend it. So therefore, sometimes this is a tradition of having, if you have a crack in your teapot, it doesn't matter, the tea will seep to go down and actually seal it up, actually mend the tea. So this tradition is called bringing up the tea. So you need to use the same teapot for a long time to heal it. Yeah.他会变甜。如果你的茶杯具有 filter 的效果，会，对，懂吗？ OK， 我要查分子怎么说，分子 ，molecule， 分子怎么说？some of the soil that's made your cup， some of the soil is very special. It's got smaller molecules.So therefore, it acts as a filter for the water. So when you pour in the water, the bigger molecules, the bigger impurities in the water will be left above, and only the good water will be left behind, filtered through the filter. So when you make tea, it tastes better. Okay?Actually, I believe that. I don't know whether you believe that. In Taiwan, they sell these water filters. But some water filters actually is very good for your body. I haven't used water filter, and somebody gave me a special kind of water, which is filtered through these special smaller molecule filters. And it's alkaline. When you drink it, it's alkaline.And it's actually very good for your body. It's good for your stomach. As soon as we drunk it, my family drunk it, we don't have stomach trouble anymore. Neutralizes the pH more. Because your stomach is like a 3 or a 4 pH. Yeah. And the water is alkaline. 7 or, yeah. or 9, depending on what it is. So if you have acid reflux, where the acid actually starts coming up your...from your stomach, the water will help neutralize it, so you won't get it as much. Yeah, it's incredible, because it solved the problem for my husband and I. We just don't have stomach trouble anymore. Because the filters are cleaning the water, so the taste is good and it's good to my tea, but it is putting away these micro elements that we need. Yeah, it depends on which filter you use, not every filter. Filter water is like not healthy, because it's predestillated water somehow. So also the real water has some macro elements that we need. Okay. I've heard that, but maybe this one is like new technology thing. Actually, this one is from Germany. It's a German water filter, and they've got patents and everything. And it's different from other water filters. Okay. Yeah. What would be the name of this water filter? I'll tell you next time. Okay. And I can tell you how much it costs. 30,000 NT. 30,000? Yeah. So don't tell me the name, because I don't need it. You don't need it. Yeah. Eventually I'll need it, because it's really changed. My husband used to have diarrhea and everything. Now it's nothing. He doesn't run to the toilet anymore. And I was like, what's going on? So, we've been drinking the water for 2 months. Oh, okay. That's it. Okay. You don't drink tap water, and other water filters don't have the same effect. Yeah. But with this one, somehow just happened. We didn't even notice. Just say, hey, you're not going to the toilet anymore. No. It's very strange. There's all sorts of water out there these days. Some of them have the nutrients still in them, and some of them don't. But depends on which water you drink. And in Taipei, I never noticed, because in Australia you just drink the tap water. In Taipei, I came here and I can't drink the tap water. And sometimes I see the color of the water being yellow, and I get a bit worried, because I've never seen yellow water anywhere in the world, because I live in Australia. We have clean water there. Here is
quite difficult actually. You can't drink the tap water. You can't, if, even if you cook the tap water to make tea and coffee, it's still not the same, is it? No. You don't get rid of everything. My stomach is really, it's really hard on all the bacteria that in new places, so I just have to drink the bottled water. Yeah. No matter where I go. Yeah. Even like Japan, US, Korea, well, Korea can't drink the tap water, but yeah, all the places I go. Yes. I drink the tap water, I get sick. Yeah. It's just the bacteria in the place. That's right. So it's very, very, the water is the essence of life, and my husband refused to drink tap water. So spends a lot of money on bottles, on orange juice, all of that, because he can't drink anything else. What about you two? Have you, how do you react to local water? I don't drink the tap water. You don't I go to where you like fill up the water. Mm-hmm. I don't know if those things, they're like little stations. And I just go bring the jug there and fill it up. Okay. So it's like 5 NT for 5 liters. Okay. Where is this? Boils. Huh? No, it boils. British the water. British water. British. And then boils it. Uh-huh. But we're looking at it again. A filter. Okay. I'll get the name over because I haven't got the money to buy it yet, but it's really good. Look, Taiwanese people are the nicest people. Why? I have aunties coming to clean my house every 2 weeks, and they introduce the water to me, and they've been bringing water to my house every 2 weeks for the last 6 months. Every time they come with huge jugs of water. And because I told them, look, I'll buy this filter some other time, they said, that doesn't matter, I'll just provide you with your water. And every 2 weeks, they come with 10 liters of water. Yeah, wonderful. You don't get this anywhere else. 2 weeks? Yes, two people. What? Well, we don't drink very much water. Okay. That wouldn't last you that long. That's good, 2 days. Does it? Right. Not too long. About 2 liters a day. My husband drinks a lot of cold drinks, but I don't drink any cold drink. It has sugar in it, so I have to drink tea and water and coffee. I don't drink coffee anymore. Since I got to know tea, I don't drink coffee anymore. Mm-hmm. Once a day. That's it. Yeah. Interesting. 好，老师下课。好，下课吗？还没有下课。老师，我的茶结束了。你的茶结束了，老师今天我还没有结束。单对。OK， 好，今天呢，我们要 because 下一个礼拜，你们要讲一讲，就是 how does the tea make you feel? You need to express your appreciation.In words. So we're going to go through some sentence patterns and some words to do with expressing appreciation in words. Okay, 首先 the first one, let's read through this one. 好，第一个，怎么说呢 the first, okay, let's start from the left. This picture, actually this is all on Quizlet.Okay, so how would you say to be known as? 被誉为, okay, up the top here, 被誉为 is to be known as, okay, 被誉为 to be known as, okay, 被对不是被誉为 okay, 被誉为 okay.好，我问你，这个叫什么名字？手机。所以你可以说，这个被誉为被誉为苹果手机。苹果手机是苹果手机吗？对。被誉为这个叫什么？水壶，那怎么说？用被誉为？这个被誉为水壶。对了，这个被誉为水壶。我考你们哈，这个叫什么？水柱子。
水壶，水柱子吗？这水柱子还是水壶？水柱子。水柱子说怎么说这个？水柱子。OK， 老师叫什么名字？他被誉为。他被誉为现代。现代。杨贵妃，请叫我杨老师。其实我是老师。现代 modern， 现代 is modern， 现代杨贵妃 ，OK， 现代 modern 杨贵妃 ，OK， 所以被誉为就是 to be known as，OK，、okay, 被誉为很好，down 下一个怎么说 cicada？ 蝉 ，OK， 蝉 ，OK。下一个 place of origin， 产地。对了，产地，想问问你，哎，这个产地，杨贵妃茶的产地是哪里？是台湾吗？不是。目前我们所喝的茶都是台湾哦，那不好玩了哈。这个是这个贵妃茶的产地是哪里？是台湾。好，东方美人茶的产地是哪里？忘记，也是台湾。什么？南投那边哈。所以产地 place of origin。哦、OK， 不知道哈，你的手机的产地是哪里？我的是韩国的，你的手机的产地是韩国 ，OK， 好，那个问题，请你问一问。问题 ，repeat the question， 什么问题？你的手机的产地是？哪里 ？OK， 你的好 ，So， 请你们说一说你的手机在这里哈，你的手机的产地是哪里 ？Is where 是哪里？OK，Thomas， 你的手机的产地是哪里？是秘密吗？为什么？是中国吗？是中国。OK， 不知道是为什么是秘密。好。Thomas， 请你问你的朋友你的手机的产地。Thomas， 问他。我的手机。他的了，问他。你的手机的产地是哪里？我的手机产地是美国。是美国的，哈，请你问 William。William， 你的手机的产地是哪里？是？我的手机产地是美国。也是美国， yeah, 是苹果吗？苹果是 China。哈哈哈哈哈！是美国。有的是美国，有的是。对，有的是美国，有的是中国，谁知道什么是美国，谁是中国？哎，我想问你 ，William， 你的衬衫的产地是哪里？要看一看。这个产地应该是台湾。OK， 台湾很好，不要说中国哈，台湾很好。请你问 Sarah。Sarah， 你的手机产地是哪里？手机的产地的
是韩国。OK， 请你问拉拉，你的手机的。手机。的相机。产地。产地。要是哪里？我的手机的产地。是。是中国。是中国。中国。OK， 很好，好。下一个，下一个字 to mix with water 是什么？冲。所以，to make tea 怎么说？冲茶。对了，冲茶。OK。啊，冲水，可以呀、啊，冲茶，冲水。冲水。冲水。那这个是什么？我可以关电扇吗？你可以关什么？可以。为什么现在不是中国人在台湾人经常不喝茶？经常不喝茶。Why nowadays? 因为他很年轻，年轻人 youth、yes. 年轻人不喜欢喝茶。年轻人现代化了 ，they are very modern。所以现代化 is modernity， 现代化 ，OK。现代化，OK， 他们 very modern， 所以年轻人很现代化，所以他们喜欢喝咖啡，不喜欢喝茶。老人喜欢喝茶。Yeah, it's actually very bad for your health. Everything, sweet. Yeah. So.Are there any, my question is, are there any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drinking tea? That's why they are not drinking. Okay, 喝茶有没有坏处啊？ Yeah. But are there any real or potential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drinking tea? Depending on the tea, if you have diarrhea. So sometimes certain teas are not good for your health if you use it too much. Like certain teas are meant to cleanse your body, meaning it has a laxative effect. So some people use it too much and they end up being very sick from it, having really bad diarrhea. Like poor cha, it's very heavy, so it's for your stomach. So if you drink too much, that might be only this.好，下一个，this one on the right. How do you say unique? I'll give you the complex, simplified. 独特，独特 is unique. How would you use 独特 to describe the tea? Can somebody give me a sentence? 独特。这个鸟很独特。对呀，这只鸟很独特，或者这个茶很独特。对，这个茶很独特。对。对啦，这个茶很独特。好。下一个 fermentation。发酵，对，对，发酵。你看这个“酵”这个字哈，发酵，发酵 ，OK， 发酵 ，OK， 发酵。Now， do you recognize this side？ 酵的。不，这边酵。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哈 ，You're too young， 懂不懂 ？If I say in English filial piety， filial piety， 懂不懂？孝 ，OK， 孝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culture i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is how you should look after your parents， OK， 孝顺 ，So 孝顺。is 这个孝
okay? So over here, now, where have you seen this before? 酒, that's right. 啤酒的酒, that's right. So this is, the character is consist of the radical for alcohol, or alcohol usually fermented for that kind of thing. And then it borrowed the sound from 笑, to sound as 发笑. 发 means to develop, to let out. So 发笑 is fermentation. Okay. 好,发笑. 什么东西发酵? 茶, 还有什么?面粉发酵,面包要发酵, 所以你看 baking powder, yeast 就是发酵, 好,下一个, distributed, 分布, 台湾的茶分布在哪里? 你们看哦, 台湾的茶分布在哪里? 三峡, 对, 三峡, 你们看了哈, 等一会儿我看看, 这边, 我给你上个礼拜的, 对, 台湾的茶, 啊, 我想问问你, 包种茶分布在哪里? 文山, 文山, 很好, 然后下一个问题, 东方美人茶分布在哪里? 东方美人茶分布在哪里? 我不知道啊, 在哪里? 没有写。台南。东。 Turn to, have you got the notes here? Turn to, okay, this page. This page. And it's got, okay, turn to this page. All right. I don't have that here. Okay, 你可以,好. Okay, turn to this page. You see this all in pinyin. We should be able to read this out. Okay, 好,第一个, 我们开始, 台湾,好,谁要念? 谁要念? William, 开始念一念,好吗? 台湾茶源自, 源自中国福建。 福建，对，还有，约有两百年，对，历史，对，这里有十八名茶，谢谢，各具特色，就让我们去。 走进台湾看一看，到哪里可以喝到什么好茶？很好，很好，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Okay, Taiwan tea. Taiwan tea originally is from China. From China, Fujian. Fujian province. From over 200 years. Sure that there, here we have. Here we have Sherda. Famous tea. Yeah. It is special. It is tisa, yeah, it's special. It allows you to go travel in Taiwan. Okay. Don't worry. Finish, and I'll explain that. 看一看. Yeah, so, here you can see that you can drink all kinds of good tea. Okay, 好,有两个问题哈,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各具特色, okay? 这个各 是 every的意思, okay? Every的意思, okay? So 各具特色, 具呢 是 possess, 具, 具是 possess, 是有的意思, 对, 具是有的意思啊, 所以是每一种茶, every tea possess a special character,
就让我们走进台湾。This is exactly what I want to teach you. 让 is let's go into Taiwan. So 让我 is to make someone happy. 这个茶让我很高兴。It makes me happy. Okay, 这个茶让我很高兴。So 让 is it makes me. Something makes you feel something. 让我们走进台湾。Let's go into Taiwan. 看一看 take a look. 到哪里可以喝到什么好茶。So where can you go to be able to drink good tea? OK, 所以我们现在 就要看看到哪里可以喝到好茶。好 ,OK, 懂了吧 ?So, 到什么地方可以喝到好茶？到木栅可以喝到，可以到木栅可以喝到什么？铁观音。对，铁观音。到阿里山可以喝到什么？阿里山猪露茶，没有喝到猪露茶，可以喝到高山茶。到日月潭可以喝到什么？龙井和红茶 ，OK， 所以还有两个字，源自台湾茶，源自中国福建，源自 is originated from，OK，so original， 你this is very written Chinese 哈、，you don't go and say 我源自美国，I came from 美国 ，OK， this is a bit odd。But that's exactly what it means. 源自美国，我来自美国。OK， 我源自美国。源自。啊？哎。在这里。源自。OK， 那 notice 的源。Did you notice 的源？源自。Originate from. What radical is it? What radical is 源？Water. Water. And what, when we talk about water, what is it? It flows from one source to another source. So, 源自 means I come from, it originated from. Okay? 源自,源自美国。还有至今至是到的意思。至 means to arrive. So 至今就是到今天的意思。到今天。对。到今天大约 approximately, 大约有200年历史。200 years of history. Okay? 好，很好。那 你认识字还是认识拼音？好像都认识。我认识字，我不用拼。啊，你不用拼，那很好，好棒啊！好，那你下念下一个吧。念下一个。OK， 东兵茶，又称东兵的乌龙茶，乌龙茶是的，是台湾就是知名度极高的茶。原茶地在台湾南投县鹿谷乡，对，鹿谷乡，主要是以清新乌龙为原料制成的板球新板脚茶。好，很好，好，半球形 ，you got to break it off there， 半球形 ，so half ball shape， 半发酵茶 ，so 50% fermented， 半发 ，OK， this is 好，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谁知道？Known as 又称 is known as
又称，对，好，好像老师又称，老师又称，老师又称现代贵妃，现代贵妃 ，OK， 又称哈，我又称 ，and also is known as，OK，、okay, 好，又称洞顶乌龙茶，还有呢 ？What's the next sentence？ Is Taiwan's remember we did 定语 relative clause， so how would you translate the next one？Is Taiwan's 知名度极高的茶。Now is remember you have a 的。知名度极高的茶。So when you do translation, you need to start from where? From 茶。That's right. So how would you translate that?Of extremely high famousness, of high fame, it's a tea of high fame in Taiwan. Okay, 所以知名度 is high fame, you're famous. Okay, 在台湾 okay, if you have a business,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to do is 打知名度 you need to become famous, otherwise you won't make any money. Okay, 打 is to create, to build.OK， 要打知名度，是不是？对，要打知名度。好，所以呢，这个乌龙茶在台湾的知名度很高，极高 ，extremely， extremely high， 极高。嗯，好，下一句呢，知道吗？哦，原产地。原产地。原产地在台湾南投县。鹿谷香。What does that mean? That's right. 鹿谷香。鹿谷 County. Okay. I don't know whether you've been to 鹿谷是不是在南投哈？不是在那个台东那边哈？这边也有一个鹿什么东西？鹿谷啊，鹿屿不一样。So 南投鹿谷香。很好，原产地 the earth place of origin， OK， 原产地，你看这个圆呢， OK， 这个是圆，还有一个圆，圆都是这个字哦，圆， OK， origin 原产地，水源圆， OK， so same word， 好，下一句呢，下一句 William， 嗯，William。主要是一是以主要是以青山啊青心乌龙为原料要是先制成的斑球新斑发酵茶对 OK。Translating this is going to be difficult. Where do you start? Yeah, 茶 You got to start with 半球的 fermented tea. So how would you start this? It is mainly Yeah, it is mainly the half fermented ball-shaped tea.怎么样 okay, so the ball-shaped half-fermented tea is from made from 制成 right this 制成 is to make something from made from is made from 清新乌龙 yeah okay very good butThere is an expression here, which I shall teach. 以什么什么为原料 ？OK, 料。料 like a drink. 料
料是 ingredients, okay? So original ingredient, okay? 原料。So, 以什么什么、oh, I run out of place to write. Where is it? 在哪里？在那边，在那边。Okay, 在这边拿。Okay, 以什么什么为原料 is to use something as ingredient. Okay, 以什么什么为以为、嗯、以什么什么为原料 ，OK， 原料 ，and then you have 原原料，以为 ，OK， 以这里面是以清新乌龙为原料哈，是、so、this is 乌龙 ，this is a noun。以什么什么为原料 ，and then the verb 制成 ，you can also say 做成，做成 ，OK，OK，、okay. okay, 面包是怎么做的？面包是怎么做的？面包是怎么做的？面粉。好 ，so you say 以面粉为。原料做成的面包，做成面包 ，OK， 好，面条是怎么做的？面条是怎么做的 ？Noodles， 面条是怎么做的？以面粉。对，做成面条。对，面条是以面粉做成的东西，食物 ，things to eat， 东西。好，东方美人 ，Why am I saying this all the time？ 东方美人茶是怎么做的？以东方美人茶为基苗，做的茶，东方美人切一切就可以做成茶吗？东方美人是以茶叶做成的茶，以茶叶为原料做成的茶 ，OK， 以茶叶。为原料做成的茶，做成的茶。OK， 做成的茶。OK，so 做成的茶 ，all right， 或者制成的茶，洞顶茶是什么茶？洞顶茶是什么茶？洞顶 ，sounds like a sun. No, I mean you're here.洞顶茶。油城。啊？油城洞顶。洞顶茶。是台湾。是以。清新。乌龙为原料制成的半球形半发酵茶 ，OK， 所以以什么什么为原料？哈，我不能说美国人以什么原料做成的，不，不行，香肠，香肠。Sausage， 香肠是怎么做的？猪肉为原料。香肠是以猪肉为原料做成的肉。
做成的肉。就这个 OK， 所以我们会，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是让很重要，让很重要，我们会多练习哈，下次多练习。所以你们回家 go home。You can read through this page and try to understand it, and we'll go through it all next week and do some more exercise. Okay? 好，你们有没有啊 ？A 妹妹，有没有旧的东西啊？因为我不知道在哪里。我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哈？是我下礼拜再。但是谁没有？你没有哈？那你有吗？你们都有，我I'll send it to you， OK？ 好，好，没问题。好，好，我们现在下课了，好吗？好，谢谢。你们要跟现在的杨贵妃说再见。再见，再见，再见，辛苦了。大家以后不要叫我杨老师哦，我叫卢老师，卢老师，卢老师。卢老师像卢老师像现代的杨贵妃啊，像谁叫我杨老师？喝茶喝到忘记了。就是老师，卢老师，卢是哪里的？卢，卢是这个卢茶，有意思。这个不会写的，它是一个姓氏。卢是找个家吧。对对对。好，好，那同学可以准备下课了。下课了，好，谢谢大家，谢谢了。We still got the train 带回去哦，谢谢。Yes. And where's the next one? Oh, 谢谢。老师 ，when's the next class? Next week. I mean the next after this. You still want more? Yes.不知道哎，你很难说，不知道。这个 video 很珍贵啊。啊？这个 video 很贵。Yeah, 对。很珍贵，每次你放在 YouTube。YouTube。对啊，你每个人都在看，都看了很多次，是不是？对，很棒啊。但是你们喜欢上文化课 ？You like culture classes？ 可以，可以。